台东高中靠着小土木是短传上朗得分，108学年国高中篮球联赛台东县内预赛16号在台东高中开打，六支队伍将争取一个名额前往南区联赛。台东高中在大换血的情况下，教练要求新进球员跟上学长脚步。今年的成员组合条件又比往年又再更差一些，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增加防守的强度，甚至至少要跟上学长。上高中以后，速度敌人速度更快，也有比我更快，防守也更好。在身高条件不足的状况下，必须以速度与防守来增强我们的不足。台东选手因身材条件受限，改以速度取胜，去年首次进入南区复赛的蓝屿高中也在大批球员毕业情况下，教练希望新选手着重体能训练。我们大部分着重在体能训练跟一些比较基本动作的方面去做一个执行，就是全面在放空，就是没有完全集中精神。为期三天赛事，六支球队卖力卫校争取佳绩，选手在场上发挥球技，展现辛苦训练成果，朝着目标筑起篮球之梦的道路。原视新闻小门大胜台东市。